你好，我是香港的干孙子阿 Kim。春节快到了，很多朋友也会问我在2015年呢，他们的运程是怎么样，哪一种算法比较准确？八字它的准确度接近80%多，原因是因为它的组合超过100多万种。没有五代十国徐子平的子平八字，他们说钱。自唐朝以来啊，古人算命其中一种方法就是用那个年支，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星肖。如果我们用星肖来算命，只能谈到神煞，就是我们说的吉星和凶星。这是所谓的神煞，其实也是按年不停的循环，所以它本身就已经有它的局限。后来有人把八字里面的食神套进去，这是我们说的比肩劫财、食神三官、正偏财、官煞和正偏印。你肯定会想呢，现在全世界人口超过73亿，怎么样也不可能呢，只有那区区的12种运程，对吗？话虽如此啊，新年用星肖来预测来年的运程，在我们华人社会里早已成为传统习惯。就好像我们在春节派哪个红包，用哪个红包把哪个年兽赶走。要不我们现在马上参考一下2015年啊，各个生肖的运程是怎么样，好吗？属虎的朋友有1938、1950、1962、1974、1986、1998和2010年。以立春过后为准啊，属虎的朋友在2015年呢，运程非常好，走正财运。虽然是收成的一年啊，但是也要努力才有收成呢。偏财只是一般呢，因此如果你去赌场博煞，只能以小博大，见好就收。属虎的朋友有三大吉星，恭喜你啊，有紫薇、龙德和天使。紫薇和龙德可以令你光芒四射，发挥自己的创意才华能力。如果你是从事创作写字，就更好了，可以天马行空啊。属虎的朋友在2015年呢，有很多老板关照，而且有升职加薪的机会，但千万不要得意忘形啊，以免自己的运势有吉变凶。另外，由于有天使星的出现，所以2015年啊，属虎的朋友桃花非常旺，家里可能有喜事，结婚、产子、买车、装修或者去旅游啊。可是对已婚的人，就要小心新旧桃花、第三者桃花劫的处理啊，或者去。是意外怀孕。凶星有王神、天乌、阳印倒拜，盲神、天乌、阳印亏令你的健康一半，尤其是肺、胃、消化系统、骨、面和情绪。如果你是抽烟的，最好是抽小一点。倒拜亏令你在2015年啊，做事一开始非常顺利，可是中途啊出现一点挫折，而导致前功尽废，因此啊要谨慎行事。倒拜也同时主破财呀，属虎的朋友在2015年啊，最好不要大破煞，小耗只是小破财，可以不理。健康方面，尤其是1950年属虎的朋友，要特别小心肺和呼吸系统，因贵根金乙木伤咳。1962年出生的人呢，要注意脾胃和消化系统。1986年出生的要小心
小心小意外，也可以考虑佩戴一只金马。属虎的朋友在2015年啊，要特别留意正月，农历的17和12月份，到底还有什么催节、避凶法、风水布局，详情可以浏览我的官网和渠道网。最后祝大家羊年好运，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，财运滚滚来。